为什么给你二十条香肠？因为肚子饿。我肚子也很饿。我要分给大家吃。哦，那分给大家吃。可是我住在小气村，我有很多的香肠，我不要给你。走走走走走走走。再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给自己换上火车头。六、五、四，小姐，二。不会耶，你干嘛去骂我？我怎么知出原形呢？各位好朋友。虽然我不会织圆形的网子，可是两个两个一组哦，也可以跟洗澡好朋友一起哦哈，系统妈妈一起哦哈，来两个企鹅就企鹅了，他觉得这种叫企鹅，对，有尖尖的脚，对不对？很棒啊，对不对？企鹅，好来哈，请问您是狮子？狮子哇，狮子怎么叫？哇，气宇让带无所不在。喜乐有你真好，这是个充满幸福快乐喜乐水饺微笑传爱，这是身心障碍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一份的自食其力能够稳定就业的一份爱，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细品志工社今天特别今年特别号召揪团来团购我们的喜乐水饺，还有捐款达81万。那连续两年陆续连续两年把这一份爱送到喜乐来，那特别在我们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之下，其实在我们的服务的提供或者是说我们的销售的部分都有受到一些的冲击那个不景气所以非常感谢这一份爱来做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今天是三合一的爱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让爱细品是让爱无所不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今天的三个活动，三合一的活动就是包水饺的体验，那另外就是有鹿爸爸说故事那也有气球那个包做气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进行所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可以很快乐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社长李社长还有副社长还有我们的主办的志工这么有心的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规划也带给我们孩子很多的幸福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今天细品金密跟细品志工社很高兴可以跟马喜乐基金会共同举办我们系幸好有你喜乐有约的活动，那其实细品精密是在2021年的时候跟马喜乐因为元宵节正灯而结缘，那我们其实在当那个时候有发现原来元宵节前后竟然是喜乐水饺团购的淡季，所以我们就自主性的由志工社发起了一个喜乐金元宝的一个募捐跟团购的活动，那我们很高兴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就是连续两年集资了超过160万，然后也超过2000位细品志工的就是支持，那我们其实在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其实让能够照顾憨儿还有就是身心障碍者的就业都可以贡献一份心力，而且还可以带动喜乐的一个淡季的买气，那我们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让就是爱可以流动，让爱无碍这样，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细品的志工有55位，那有大志工跟小志工一起来跟我们喜乐的伙伴同乐，那我们也可以让这两年的疫情的阴霾可以挥别，那也可以就是一起度过欢乐的一个周末的午后这样，谢谢。没有没有，这里外面小跟捏合哦，然后我们来，你要过来一个这样，两个人都不要好了，就是这样。进去的话就好了，好了好了。
我挖就好了哈。